说你现在最后一只探索要跟我们下次摇滚区，这不是难度啦，这只是摇滚区的问题而已。对，你摇完你就知道了。听说你耗气很大，没事啊。恭喜你考到，请问一下这一趟爽吗？午餐吃什么？啊？午餐吃什么？靠黑啊！午餐要吃什么？教练有什么要跟他叮咛的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如何。保重就是。保重啊！哇！你有什么话想对他未来的前半什么说吗？我们该注意什么吗？那个、未来的前半最好是侧挂。哇哦，双屏是吗？哇哦，哇哦！可是我们认识的教练都跟我们说，当你的前半很废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理他。不会，我们学到的是这样啊，他都是把他踹开啊。你觉得你的前半很好气的时候，请你换下一个前半。那你觉得你前半很好气的时候，你就要包容他。当你很好气的时候，我再把你配在跟很好气那个当前半。一起啊，你们就一起回家。对啊，至少你们有两个一起啊。一起上去就是。对。好啊，恭喜！恭喜啊！你怎么放水让他过了呢？都是摇滚区。